中的雨，云翻涌天晴，我的命运黑夜的雨衣，彩虹在暗地等一个机遇，张开翅膀轮回由我决定。如果它在心中生根，但开花在生命最后，只想要飞翔，一次奋起抵抗，就在挣扎和无奈之间高唱。只要向天空不回头的我，背负沉重烧结的牢笼，禁锢都无从，绝望都冰冻，何去何从就交给风。你若都懂，繁华落尽生死与共。坚持要向天空不回头的我，背负沉重烧结的牢笼，禁锢都无从，绝望都冰冻，何去何从就交给风。你若都懂，繁华落尽生死与共。你若有梦，就让你和别人不同。其实还是一些公事性的文件。冷医生这么重视，想必十分重要，我还是仔细看看吧。典狱长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嘟嘟不见了。不见了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才就叫他起床，可他不在房间里，屋里屋外我都找了，始终都没见他的影子。你是怎么照顾孩子的？我去找找。哎，典狱长，你稍等，你还有两张没签呢。嘟嘟，你说嘟嘟可能掉到下面去了？我是猜的，嘟嘟经常来这里看猫，这边盖子不见了，又这么大的洞，嘟嘟肯定掉下面去了。万一嘟嘟在里面，岂不是……我下去看看。哎，你这么高大，怎么下得去啊？我可以试试。带他过来。是。林九哥，你真的愿意下去救我的女儿吗？据说这下水道里面错综复杂，宛若迷宫。我的身材应该可以钻进去，而且我大学学的是数学跟建筑，我可以试一试。那就麻烦你了，快。小蹄子花样是真多呀。什么呀？对啊。
凤姐，林九哥他……上来啊！要不要再派个人去看看？凤姐，您这是在为林九哥担心吗？担心？担心有用吗？等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再派个人下去看看吧。林九哥没死在刑场，死下水道里了，有意思。哎，上来了，快！嘟嘟，嘟嘟，嘟嘟。有没有受伤啊？哎，有没有哪里受伤？疼不疼啊？疼不疼啊？哪里疼啊？典狱长，我先带多多回去休息了。好好好，赶紧带他回去休息，检查一下啊。走。典狱长，两位警察还在等，我先带8963走了。等一等，林九哥。你刚才奋不顾身地救了我的女儿，属于见义勇为的重大立功行为。我会替你申请终止死刑。谢谢典狱长。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。严敏，你把林九哥送回囚房吧。陆佳，你去跟警察好好的解释一下。明白。是。等一等，典狱长。我要举报。你要举报什么？林九哥今天见义勇为这出戏是他自己设计的。我昨天放风的时候就看见林九哥在教唆嘟嘟，他让嘟嘟跟着野猫去下水道里玩。我没有，他冤枉我。4231，你知不知道栽赃陷害要负多大的责任？我不是一个人看见的，我们大家都看见了，对吧？对，大师吗？看见了。对啊，我们看见他跟嘟嘟说话了。我是跟嘟嘟讲话了，可是我没有让他去下水道。我昨天看见他跟一只蚂蚁讲话，我就给他讲了蚂蚁搬家的故事。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要接近我女儿吗？我是看他一个人太孤独，我想让他开心一点。第二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，前一天还能有心情给一个孩子讲故事，骗谁呢？心态太好了吧。你少血口喷人了。我有没有血口喷人，典狱长心里最清楚。下一秒就要上刑场了，上一秒立这么大一个功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林九哥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啊！你敢说你真的没有拿一个无辜的孩子去逃脱自己的罪责吗？还有这几天一直。
你是真的听到林九哥跟嘟嘟说那些话了吗？听没听见重要吗？大家后退，后退！哎，说两句吧，哎，说一下，哎，说一下吧，说吧。昨天晚上警察局发出了一声巨响，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是啊，对不起，暂时无可奉告。哎，是不是发生了一个爆炸事件呢？对不起，暂时无可奉告。是不是爆炸？说一下吧，说一下吧，说一下吧，说一下吧。各位，无可奉告。说一下吧。哎，小姐，不能进。我是你们龙天宇队长的妹妹，我现在马上就要见她。好，那您稍等。哥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哥，你告诉我吧，或许我可以帮上忙呢。昨天晚上，我抓到杀害林局长的真凶，准备今早到法庭向法官申请停止林九哥的死刑。但就在昨晚，警局发生了爆炸，凶手死了，现在案子死无对证。那个肖林峰原本也答应出庭替林九哥翻案，现在也不见人影。12点林九哥就会被执行死刑。想想，你说你哥是不是很没用啊？哥，你是我心目中最好最好的警察，你忘了爸爸跟我们说的吗？他说你天生就是做警察的料啊。所谓希望不是一定会发生，但若放弃希望，就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了。我得去法院一趟。那我去见市长，我要去求市长特赦林九哥，就算是希望渺茫，我也要去试一下。是不是放弃生命这个主题，就不会和幸福若即若离？越来越清醒，越不可能轻易感受着寒冷的晴体。法官大人，我们警方已经抓到杀害林局长的真凶，请你立即停止林九哥的死刑。龙队长，你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你说的那个于大忙是凶手吗？这个是于大忙的脚印踏片，和那天在现场花盆下发现的脚印完全吻合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龙队长，这个于大忙现在身在何处啊？死了。不过法官大人，这是在他生前采集的脚印。据我所知，警察局昨天发生了大爆炸，这个于大忙现在已经是一具焦炭了。我说句难听的，就连他是不是于大忙都已经难以确认了，更不要说这个踏片的证明。季检察官，你是在怀疑我的职业操守吗？我可没有这样说。法官大人，所有警察局鉴定科的同仁都可以替我作证的。好，就算这个脚印是于大忙的，那又能证明什么呢？现在现场的证据只能说明进入犯罪现场的第三个人是一个脚长27公分的人，
就算这个脚印是于大蟒的，那就一定能说明他是杀人凶手吗？我换句话说，整个上姑市脚长27公分的人数不胜数，你仅凭这一点就要叫停一个死刑啊，龙队长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法官大人，林九哥的案子绝对没有那么单纯。于大蟒不止追杀萧凌峰，还绑架他的亲人，威胁他不准替林九哥翻案。于大蟒要是真的跟此案无关的话，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何况我前脚刚抓到他，后脚就有人潜进警察局杀人灭口，这种种的巧合恰恰说明了林九哥的无辜。龙队长，你作为一个资深的刑侦人员，应该知道法律讲究的是证据，任何猜测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。就算这个于大蟒死于非命，那也不能直接证明林九哥无罪吧？法官大人，人命关天，既然还有疑点，就应该暂停死刑。法官大人，我认为本案证据确凿，影响恶劣，还请法官大人维持原判。法官大人，法官大人，好了，都别说了，你们先出去，让我一个人想想。大哥，能不能快点？天宇，你我同学一场，我也不想让你白忙活，但你听我一句劝，林九哥这个案子已经是铁板钉钉了，你就别再做无用功了。上古时报的记者龙香香，我有事情想见一下市长。没有预约的话，市长是不会见你的。我上次采访过市长的，然后市长还打电话给我们主编说我的采访写得很好呢。市长今天根本没有时间见你，他上午还有三个重要的会议。姐姐拜托了，我真的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哎，不行不行，哎哎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我真的有人命关天的事情。来来来，请离开这里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哎哎哎呀，放开我。报告5511，有什么事？我要见典狱长。这个不能带，请让我带上我爸爸的坟土吧。谢谢。带走。是去刑场的路。停车！你停车！你在干什么？伪造证明是会被吊销医生执照的，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再当医生了。你看了我包里的东西。你停车！我叫你停车！你停车！你疯了！为了一个邻
九哥，你连从小到大的梦想都要放弃吗？可是我不能见死不救，王初会恨我的。叶芝，那份证明我已经撕了。叶芝。想让你的师妹安全，最好老实点。市长要见你，真的。龙香香，又是你，在外面大喊大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个市长做了什么损民利己的事呢。说吧，今天什么事？市长，您还记不记得林九哥？当然记得了，上次你采访我的时候还问我对他的看法，上古时报上也天天是你对他的报道。市长，这个林九哥今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。市长先生，我想请求你赦免林九哥。我虽然身为市长，可也无权干涉司法呀。你的这个要求我不可能答应。市长先生，我和您一样尊重法律，刚才可能是我一时心急才提出了不恰当的要求。赦免死刑确实有失公允，但我能不能请求你暂时延缓林九哥的死刑？因为在这个案子当中确实还存在很大的疑点。我的哥哥龙天宇是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，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他不止一次地遭遇过暗杀，而我自己也亲身经历，亲眼看到这个案子的关键证人多次遭遇暗杀。诸位若是不信，我可以用我记者的声誉起誓。市长先生，错杀一个林九哥可能无足轻重，但是拯救一个林九哥却可以鼓舞民心。你先出去，我们商量一下。拜托了。啊，主任。主任。五五幺幺，你主动要求见我，还是第一次。典狱长，您就那么肯定八九六三就您女儿嘟嘟是设计好的吗？如果万一不是呢？她毕竟是嘟嘟的救命恩人，您忍心见死不救吗？你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，今天为什么破例？刚才看到囚车开走，我心有不安。其实我跟你一样也心有不安，所以今天我去了林九哥的囚室。我没有办法相信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切是个巧合。
市长先生，本人以为三权分立是现代国家文明的标志，上古从来没发生过行政干预司法的先例，此例一开，我们那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市长，请慎重考虑。主力，准备行刑。是租界的底牌，你们这群花警干什么？林九哥一案稍有疑点，法官已经接受申请，改判文书马上就到。尸检马上到了，我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。我再警告你们一遍，马上离开。改判文书到了，改判文书到了。改判文书呢？法官大人经过慎重考虑，认为龙队长刚才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，此行仍按时执行。干什么的？站住！让我进去！不能进！让我进去！我是这是刑场，不能进去！进去都说了不能进去！进去啊、好了啊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九哥。宁芝，你之前伪造证明也就算了，你现在硬闯刑场，等于干预司法公正，是会坐牢的。我是你大哥，不能不管你。大哥，爸爸不是跟市长关系还好吗？如果市长开口的话，可不可以给九哥特赦？大哥，你放我出去吧。你们花警无凭无据硬闯刑场，这是对我们租界的公然挑衅。我警告你们，要是不离开，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花警承担。龙队长，你尽力了，我也尽力了，大家都尽力了。今日九哥虽死，谈不上死而无憾，但不再心有不甘。龙天玉，行刑时间已经到了，你要是再阻碍我们，我们就有权利将你击毙。龙队长，请您让开吧。准备行刑。
官来了。我宣布暂停犯人林九哥的死刑。法官大人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刚才有人把新证据送到了我的办公室。什么新证据？就是林耀东的尸检报告。根据这份尸检报告，林耀东的体内含有迷药的成分，也就是说，案发的当天，林耀东是先被人迷晕，再被开枪打死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林九哥作为凶手的合理性并不充分。谁送的尸检报告？这个暂时不清楚，而且这份尸检报告的真实性还有待核实。林九哥暂时由华警收押，一切等报告核实后再来做定夺。谢谢法官大人。九哥，我就不送你回警局了，我还得去法医那边确认验尸报告的真伪。龙大哥，拜托你了。嗯。林小姐，请吧。上车吧，念芝。是爸爸让你这么做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。我以为我的大哥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。在做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之前，我首先是你的大哥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毁了自己的梦想。你想当这个医生，你付出了多少努力，我比你还清楚。法医人呢？
本来我们应该在这里找到一具尸体，可现在这尸体逃跑了。你说法医装死骗过了追杀他的人，然后趁机逃跑了？嗯，那我们追啊。哎，既然他有本事逃跑，就暂时有本事不让我们找到他。龙铁鱼，你的新主人呢？报告法官大人，失踪了。失踪了？那也就是说之前的尸检报告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。法官大人，我的新证人法医无故失踪，以你多年的经验也应该知道事有蹊跷。法律讲究的是事实证据，请你不要误导法官大人。法官大人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龙天宇，你之前大闹刑场，法官大人不对你追究刑事责任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宽容了，你现在还要以莫须有的猜测来影响法官大人的判断，你也太无耻了吧。如果无耻可以让我拯救一个无辜的生命，那我也认了。可如果无耻让你伤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，让他枉死，那你连无耻都不如。龙天宇，我告你诽谤，你信不信？我决定免除林九哥死刑，改判无期徒刑。法官大人，这样的改判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啊。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改判，不过我刚才接到了省约翰店狱长打来的电话，他说林九哥尽早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了他的女儿杜杜，他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，是重大立功的表现，店狱长亲自求情，而我也认为这符合减刑的条件。满意了吧？谢谢法官大人。嘟嘟，爸爸给你削了一个苹果，来休息一下。就让我深深刻在心。